我在突来的房子，我活在公共汽车里，我活在满着灰尘的树里，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，我们活在电话号码里，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，我们活在那制造幸福的车间里，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，一旦有一天看到春天，我们就成了陌生的纪念者。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，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。人民公务员